大家好，绿萝是非常好养护的观叶植物，在家庭养护当中，我们定时给它浇一杯这种水，让叶片呢越长越大，越油绿越茂盛。刚养了半年的时间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茎节就长得非常长了，叶片呢也是非常宽非常油绿。绿萝也是非常喜肥的，因为呢要想它生长快叶片油绿，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养分，每隔20天用绿萝专用植物营养液，1毫升对1000毫升的水，直接往盆土里面浇灌就行了。平时养护，我们主要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环境，这样呢绿萝才能生长得更好。夏季我们一定要避免强光，防止叶片被灼伤。好了，养护绿萝就这么简单，再见。